香港藝術館新嘅 logo HKMON 個 O 就一個時點，咁我就希望就透過呢個圓形喺個工作服上邊都有一個諗法喺上邊咯。咁所以我哋個設計嘅開頭都希望有一啲 curve 嘅線啊，或者圓形嘅形象擺到入個設計上邊，希望可以同個館有一種聯繫咯。有一件覺得我都幾有趣嘅事，就係、我哋期間啲板咧都擺喺個工作室入邊啦。突然間有其他人嚟見到有件衫好靚，話想自己買。咁但係最尾同佢講，其實呢個係一件工作服嚟嘅，都好開心咯。覺得原來好嘅設計或者靚嘅嘢，其實都會有人認同。